谢谢我们的大会师。 Salam Ramadan, Salam Sejahtera, Salam Reformasi, Salam Bersih saya ucapkan kepada hadirin hadirat yang budiman dan beriman. Beli agle, time agle, malai wanakam. Kowe yao lun de, xiong di jie mei, xiang qing fu lao, dai ga man xiong hou. Shou xian sheng ming, 我爸爸是马华的，而且我爸爸是马华的元老。只有做超过30年以上的元老，马华前任总会长，那个忘记穿裤的蔡希利，才会每一个给100块钱。我爸爸也有拿到马华的100块钱，但是他拿到那100块钱，他拿来捐给行动党，来打倒国政。 马华的元老养出一个行动党的儿子，这证明我的家庭教育十分成功。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什么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几天江沙补选，国政的暗中来，马秀强还有郭杰基都来这边派糖果，对不对？昨天还有一些安迪。 去听麻花的讲座，但是要听他吹水吹水完咗之后，净可以攞1包米翻去，1包米10kg。哦，我但系我哋摇轮嘅兄弟姐妹都好犀利，唔系一个人去，特登就4个人报名，就攞翻4包米。啊，咁民政党咧就孤寒啲，就俾5kg。啊，妈话工会俾10kg。哦，民政党俾5kg。 啊！呢个都系糖嚟嘅，但系大家可以记得广东人一句话：俾你一粒糖，你就输埋成间厂。但系糖爱唔爱攞？爱攞咩唔爱攞啊？呢个系政府争我哋60年嘅，佢争我哋净系咩10kg咩？佢争我哋唔知几多千千万万亿亿声啦咩10kg啊？有糖食糖，有钱攞钱，有份食份，投票嘅时候诚信党就啱噶啦，好冇？ 钱就拿，票就投，护照票，啤酒照喝，但是投票的时候一定要想好好，其实也不用想，不必想，就是诚信党就对了，对不对？对。各位，今天来，当然补选的糖果，哇，姚伦现在有一间礼堂哦，哇，暗中来了，我动土仪式，哇，要代班部长，好像没做过工咁样，拿出头来。 只借礼堂50万，阿哥啊，阿直啊，醒下啦！一间礼堂几多钱？50万啫嘛。佢后边咧，先攞你后边啦。我都头先同你讲，俾你一粒糖，输埋成间厂。而家佢阿志哥一个人42亿，42亿，冇讲多啊。你讲如果个500亿嚟讲，哦。 我们马来西亚啦，现在亚洲哥管，什么都不会，最厉害借钱，成全世界第二窿数码仔，全部借到老豆叫咩名都唔识得。而家争人哋8000亿，我帮佢计个个盘数，系咪？一个月利息22亿，一日利息7300万，你姚伦起一间礼堂50万。 佢一日嘅利息可以起146间嘅邮轮礼堂，你惊唔惊？犀利唔犀利？一天银行嘅利息还国债7300万，够我们在邮轮起146间的这个民众会堂。一天啊，我们现在坐在这，明天睡醒了可以起146间银行利息罢了，一个月。 是225亿，一年是2165亿。妈话起一间金宝拉曼嘅咩金宝拉曼大学，嚯，真系实际威威风，学见人讲假落悟空，嚯，起一间大学2亿。阿哥啊，而家国家争银行，一年嘅利息265亿，你可以起130间拉曼大学。 一年嘅利息
開起130間喇嘛大學，犀唔犀利？犀唔犀利？佢有同你講冇？廖總理有冇跟你講？阿姨呀，現在你們要破產了啦，再投給我們啦，我們會帶你們去一個風光明媚、山明水秀的地方，那個地方就是荷蘭。你有去荷蘭冇？我哋唔愛去，搖輪咁靚呢度去，我哋抵邊個去？我哋俾阿接哥同埋個肥婆一齊去，好唔好啊？我點樣去呢？你就6月18日買一張 one way ticket， 飛咗唔使翻嚟嘅，呢個蟬班弊家仔嚟嘅，最好冇翻嚟啊 ！one way ticket， 但係咧6月18日，如果江沙搖輪嘅公公啊、婆婆啊，哦又俾佢呃咗啊，咁樣咧啊，死了啦！接翻第二大條，係啊，你冇搞笑啊！如果搖輪佢哋呢度，佢贏咗25%。佢就重雞同全馬嘅同仁講：你睇嗱，而家同仁票翻嚟咯，換政府冇可能咯，嗱撕掉咯，支持谷陣啊！啊咁好，其他地方又每個額多100，做5年，又5年，我們要給他騙多少年？對不對？1957年到今天，國政在這邊都沒有輸過啊，就是因為沒有輸過，他才可以在這邊。讲到没有做到，车大炮哦，建一条摇轮的桥，哇，美丽的谎言，天天就在那边画饼充饥。1970年代，当时拉菲达阿基斯来这边竞选，所以我们敢，阿根本别人讲我的蛮龙，地苏艾蛮龙，哇，那把杜博马基里斯不加单啊，哇，神手又嚟啦，又挖啦，又挖啦，不加单啦，上班时间也来不及阿爸本达啦，达那本达啦。你仲信佢？你仲信佢？如果靚女冇相干，18歲人哋呃你上床，你仲可以講你咩都唔知道？18歲俾人哋呃50年，68歲流曲曲，係咪？啊，人哋都同你講，誒靚女都好靚，68歲仲靚女，你仲陪佢上床？係咪哇？醒下啦，阿爸！唔該你啦，好唔好？啊，記得俾個特別感謝我嘅Timbara President Fati Amanah。再嚟三拉文尼，哎呦！啊，這是我們誠信黨開明派的領袖，啊，我們的全國署理主席沙拉胡丁。我同你講，嗱，今天晚上我嚟，我俾兩個，一個壞消息，一個好消息。而家馬來西亞已經差唔多忍無可忍，唔需再忍啦。嗱，壞消息就係、是。啱啱收到風啦，嗯，布達加亞透漏水啦，而家唔宣布，點解？6月18日投票嘛，啊，呢個月嘅油價都冇起，睇到冇？世界嘅油價都30蚊一桶，變到50蚊啦。如果照計嚟講，而家一年都係咪油上咧？係咪？點解冇上？多謝江沙咯，多謝大港咯，因為有補選嘛，所以我哋可以打平油啦，係咪？但係咧。这种好日子不长久，6月18日过后死咯。那收到风了，布达拉加亚嗰度嚟噶啦。这一次补选过后，国政赢，瓦基雷咁多，我们全国18条大道，政府没有钱赔了，我们的大道收费又要涨价。2008年到2014年，为了应付大道不涨价，政府用李爸爸的钱赔了22亿。给他的朋党18间大道，哦，他们就好像当年《水浒传》里面的绿林英雄，此路是我看，此树是我栽，若要过此路，留下买路钱。不是不可以给，我们可以给，但是要合理，要公平，对不对？你骑一条路南北大道，本钱才64亿，现在过路费都收了520亿。你还要再收我们的血汗钱？你当我们是碌碌啊？对不对？啊，你起一条路64亿，同我哋收咗500几亿，仲要同我哋收，你收到几时啊，哥？好心你啦，啱唔啱？而家又去起价，我哋仲投票俾佢，我哋系咪失咗啊？系咪错咗啊？系咪？呢个系坏消息，所以而家好多人都忍受唔住。不是我忍不住啊，我40几岁啫，是不是？
而家俾我食飯食鹽俾我多嘅，行嘅橋俾我行嘅路更加多嘅。馬來西亞而家邊個最老啊？馬來西亞最老最出名嗰個人係邊個啊？邊個啊？馬爹魯馬係咪？哇！尋日魯馬嚟江沙轟動啊！哇！成條街都係車，百度啊，殺嗰個警察阿哥就好勤力噶，全部人嚟睇魯馬，佢就響嗰度寫命寫三蚊啊，生意興隆啊！啊！大家愛唔愛見魯馬？愛。愛唔愛見魯馬？愛係咪？如果魯馬嚟，你答應我啊！我帶魯馬嚟。你就票投俾純信黨得唔得？得，係咪？係。君子一言，驷馬難同，對好不好？好啊 ，OK， 你講好嘅。全搖攞180%，全部投俾純信黨。我而家宣布，星期四1點，馬來西亞首相前首相敦德德馬蒂就嚟呢度搖攞見大家，好唔好？我帶91歲嘅老馬嚟，佢同我講：我死都愛嚟搖籠。如果佢真係嚟死響呢度，你記得死白金。91歲啊，好大風險啊！我愛擔保噶，我叫佢嚟噶。如果佢嚟咗啊，一陣你哋又話最重要啊，全村嘅人全部嚟啊！歡迎馬華蚊政黨嘅黨員全部都嚟啊！我哋都係一家人，一齊懟冷國陣。啊！嗰陣俾你攞你就照攞，啊出糧俾你你就照攞，錢照攞，投票嘅時候摸下呢度良心，就投俾純信黨就啱噶啦，好唔好？邊個係老馬？老馬唔係火箭黨啊，老馬又唔係誠信黨，點解會嚟呢度呢？老馬係嗰陣嘅大哥大大大，唔係咩？係咪？係啊，老馬係嗰陣嘅大哥大大大。哦，毛統嘅22年首相，馬來西亞有咁多個首相，都冇一個人好似魯馬做咁耐，係咩？但係佢點解開嚟？我問佢 ，Don， 甘布蘇達神秘拉布魯薩杜達昆，問阿布斯卡拉哈里哈里貓拉温納茲，佢問我，阿布拉基塞爾貓，塞爾蘇達神秘拉布魯薩杜達昆，但係塞爾達布雷丁我，巴米賓尼加爾梅蘭巴斯杜尼加爾。Tipu rakyat, nah kita masih sokong dia untuk menjahanamkan negara kita, maka kita bodoh lah. Kita tak mau jadi orang bodoh, kita kena tolak calon Najib, kita kena selamatkan Malaysia, kita kena tanda tangan deklarasi rakyat di sana. Sekarang boleh faham. Kau kau sampai soi lo, kau nak kan? Dia kata, hui, hui guang ban zhao, ren shi jiang shi, qi yan ye shang.91歲啦，死给你担保老马会吃到100岁，哦，可能来了摇轮过后，哇，星期六票开出来，摇轮全胜，哇，老马开心到，嘿，就哈利路亚，上天堂都冇人知啊，诶，佢有心脏，我做过 bypass 噶，三条都 block 咗，哦，而家通咗啫，通几时边度知道啊？系咪？我都食唔到91歲咯，系咪？老马食到91歲几犀利之冇？啊，你会担保佢食到100歲？冇可能嘅事嘛，哦！但系點樣都好，點解一個前首相而家去行出嚟？佢睇唔過眼咗。馬來西亞成個國家俾阿接哥做到烏利丹都，阿接哥就冇上過，你投各賺一票啊！誒，大家聽清楚啊！呢排補選馬華冇選啊，聽好嚟啊！馬華冇選啊，而家出嚟選嘅係毛統啊！而家馬華叫你投票唔係投俾馬華喎，係投俾毛統喎。毛統對我哋同人點樣？摸下心啦，摸下良心啦。正話輸咗陣土啲交一點。哦，馬華前總會講，我嘅好朋友翁思傑跟我講，哼，巫統吃到完，馬華領袖連桌子下面的碎，那個麵包碎都沒有。係都唔係我講啊，係翁思傑講啊。啊，翁思傑成日同我打牙刷嘅，啊，佢自己同我講噶。馬來西亞的酒水全部被毛統搅曬，馬華嚟毛領袖部長啊，執人哋啊下低嘅呢個桌子身的東西都冇啊！而家佢就仲叫馬仔投票俾毛統啊！呢度呢個腦係咪燒壞咗？呢個腦係咪入水咗？所以我哋呢排愛醒係咪？愛醒點樣醒？其他地方嘅人幾行去投票，你知冇？哇！我太平區嘅選民，哇幾想還換地址嚟呢度投票啊！但係冇得投，冇辦法。佢哋唔係江沙人，
现在你的国家是个首相，已经成为世界买东南亚不是亚洲，是全世界最贪腐领袖榜上有名。如果现在举行奥运会，金牌肯定归我们首相阿吉哥。可以买咩厉害厉害喎，嚼水厉害，嚼水攞世界第一。你仲投票俾毛统，你咪同佢讲，哎，吉哥。 你嚼得好，嚼得妙，嚼得骨骨焦。我支持你，食多啲，食到我冇啖好食，食到我底褲都冇得着。唔係咩？唔係咩？你投俾佢咪支持佢？仲有咧，佢身邊嗰個三脆六十寸，六十寸，六十寸。我講完呢啲場係咪？乜冧乜冧就諗啊，不羈不羈不羈麥咁啊！我講完呢度咧。 听日咧，阿志哥又告我噶啦，啱啱解决一单，又嚟一单，我肥婆，你睇而家咩行情？你打电话俾你仔，问下佢哋日子好过好，系咪赚到好多钱而家？大家生活系咪越嚟越辛苦？会唔会觉得辛苦？我哋就会啦，系咪 ？GST 有咩都嚟，但系阿肥婆就唔会喎、啊，你睇佢整一粒头。 啱啲，慢啦，慢啦，行行情咧，女，姚伦呢度啊，整一粒靓头啊，去饮酒席啊，我几多女啊？几多女啊？三十蚊啊，嗬，三十蚊啊，姚伦呢度整一粒头三十蚊啊，你一头角一定好细粒啦，所以就三十蚊啦。支持啊！我哋阿志哥老婆整一粒头1200蚊啊，几贵啊！ 但系好多人话哇，姚伦整一粒头卅几蚊，佢整一粒1200架咁贵，事实上边度贵？你睇佢个粒头几大粒，边度咁容易整？如果系我收2400啊，系咪？嗱，你睇我哋坐飞机哦，你有坐飞机啊？坐过飞机冇？好多好多身穿村民啊，阿姨有坐过飞机冇？有。哦，有嗬，所以边个冇坐过飞机啊？后边嘅嗰个阿爷讲冇坐过飞机，你可以唱嗰个福建歌王啊，玩啲飞哥首歌啊。莫讲波浪仔，讲了箭派射，只够阿弥陀行，佢咪要借飞机？你就冇坐过飞机啦。哦，我哋嘅阿志哥老婆就成日坐飞机嚟飞嚟飞去，飞嚟飞去，点解咧？ 佢咪坐一个位，佢系一粒屎忽坐成趟飞机，个屎忽食滞大。诶，你冇睇报纸咩？你冇睇星洲日报咩？你冇睇嗰个邓正丹嘛咩？有嘛系咪？一粒屎忽坐一趟飞机，<笑>租金你老豆出价，姚伦新村，你冇笑喎、哦？呢个系你嘅血汗钱嚟噶，佢租两个月飞机8600万。 一个小时孖币62000，啊！你听好利哦，哦，一飞飞呼飞呼，哇！8600万，你起一间礼堂50万，8600万攞嚟呢度起，最少起几百间礼堂，你仲笑？都系用你嘅镭，我问大家，佢攞42亿，佢俾翻你几多镭？俾翻你。 孖话俾10公斤100万，蚊正当俾你5kg，你问下自己嘅良心，我系马来西亚公民，我一张票值得5kg咋，系唔系啊，阿婆？你咁平噶，咁容易俾人哋收买嘅咩？但系点样都好，而家行情好，攞得就攞，攞得越多就越好。啊，照攞，大家记得噶，啊，糖照食，饭照食。 钱招攞，投票嘅时候，<笑>食到冇，投俾边个？阿妈啊，投俾边个？阿妈啊，啱啦，阿妈啊一流啦，你就系世界地丁，全马来西亚嘅人民睇到姚伦就，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如果我哋呢度输咗咧，哈，全马嘅同仁就睇住姚伦系咩嚟嘅，姚伦地方话，咪点解仲唔醒嘅？ 六十年都仲瞓唔醒嘅。
係咪嗰陣俾咗好多安眠藥食咗唔食醒嘅？但係我對大家有信心，我哋嘅鄉親父老遙卵山村上灣街大選俾咗佢25%，呢排我哋一張都唔俾佢啊！同你講翻接班後都撕啊，好唔好？誒，呢個包括嘛華民鎮嘅朋友啊，啊，你哋去嗰度做工冇相干，幫佢掛旗，有錢收嘛，總之收貴啲。冇收平平，佢成日搶我哋，照收錢照收，出糧照出，但係投票嘅時候，嘿嘿嘿，可唔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好大聲可以咯、啊。啊，呢排就睇大家啦。我同大家講，江沙選舉點解咁重要？咪、啊、補選啫嘛，選你哋大學教授入去幫我哋揈兩聲，唔係噃。馬來西亞嘅政治版圖，像江沙這種選區，如果可以改變，來屆大選。就可以改朝换代，为什么？因为上一届大选，巫统国政赢了134个国会，可是他总共里面有43个国会选区，他的多数票只有1%到5.98%，其中一个就是江沙选区。如果江沙可以赢，国政来届大选会输掉43个国会，134减掉43，只剩下90多个国会议席。他就第一次让阿基哥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所以江沙大港代表了马来西亚政治的未来。如果江沙这种选区国政都可以输，他已经在全国没有一个安全区，全马来西亚国政都有可能兵败如山倒，阴沟里翻船。这一次我们就叫他敢敢翻船一次，好不好？好不好？所以江沙大港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你们传达一个很正确的信息，马来西亚人不要贪腐的政府，马来西亚人不要种族极端，马来西亚人不要宗教极端，我们要中庸，要开明。所以这一票不要种族极端，不要宗教极端，就要壮大中庸开明的政治力量，就是票投诚信党，壮大中庸政治力量，好不好？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民族的国家绝对不能搞种族极端。你看刚才那个图片，你看刚才那个毛统的领袖留我们唐人是什么？刚才看到没有？他说啊，马来西亚的唐人全部都是猪，他说我们是猪，我们叫他道歉他死都不道歉，他说我们是猪，我哋仲投票俾佢，我哋咪系豬都不如，系咪？咁我哋咪蠢到咪豬都不如，系咪？人家骂我们是猪，我们把票还把票投给骂我们是猪的人，我们是不是连猪都不如？做烧腊啦，俾人哋做烧肉斩你叉烧斩你食算啦。哎，不要忘记啊，我爸爸有教我一句话，我老豆系骂华元老教我一句话。哦、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士可杀不可辱，对不对？华人是有尊严的民族，中华民族是有尊严有骨气的民族，人家辱骂我们，我们就要讨回公道。如果今天国政有诚意，你叫廖宗来，叫阿基哥马上开除巫统大港主席，假吗？阿基哥廖宗来敢不敢？不敢。你敢不敢？不敢。唔使睇都知道啦，系咪？点解？因为而家佢哋春队俾你夹住，可以做官，就可以睇阿哲哥；可以做部长，又可以睇阿哲哥，系咪？个春队夹住，如果佢大声啲，揸住大大声，哇痛啊！冇啊，冇出声啊，冇出声啊！系啊，头先周瑜威讲啊，冇唔错啊，我就响国会睇到啊。啊！现在谁要通过伊斯兰刑事法？诚信党咩？诚信党有没有在国会提成？没有吗？对不对？什么人？啊！给他们不干，他们干个木头。我们乱干个地方，俺查乱给他。Professor Doctor Ahmad Damizi。啊！给他全部。Doctor Damizi 的平平安来跟大家 photo 三度啊啊 photo session 啊！我们请我们的候选人，我们的大学教授。啊，达明星一起上台，啊，来拍一张照片。
为我们的候选人还要赶场，我现在先请他讲几句话好不好？好，给他掌声。好了，给他 Professor Dr. Ahmad Tarmizi， 给他berdoa sembilan hari bulan Jun dia pergi parlimen angkat sumpah menjadi ahli parlimen Kuala Kangsar baru mewakili Jalun. Alhamdulillah Rabbil Alamin.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Salam sejahtera. Ni hao ma. Hao. Wo ai ni. Wo ya ai ni. Wanakam. Minta maaf, saya tidak boleh bercakap kerana suara sudah habis dengan Dr. M tadi. Dr. M semalam. Okey. Jadi jangan lupa untuk mengundi Parti Amanah Negara yang mewakili Pakatan Harapan, Harapan Rakyat Malaysia semua. InsyaAllah kita akan menang besar untuk menghantar isyarat yang jelas kepada kerajaan yang banyak menipu kita. Sekian, terima kasih. CC Menteri Perdana Negara, kebanyakan. Baik, dia berikan sekali lagi tepukan gemuruh kepada Profesor kita. Hey, 我告诉大家，你们应该感到很光荣。江沙六十年来，这么多候选人，读最多书是这个了。买咩？买咩？你玩边个？仲有边个读多过书多过？啊，又学士，又硕士，又博士，又副教授，又教授，系咪？做咗教授三十几年，呢个系成个工商区六十年历史读最多书嘅候选人。咁我哋冇理由冇唔投一个读多多书嘅，你投一个冇读书噶嘛，系咪？系咪？所以各位，我们把最好的送给江沙，他是核子科学家，哦 ，nuclear scientist。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因为太深了。我读法律啫，啊，法律我就识噶。马来西亚作为人才，话知你咩种族，总之系人才我就爱噶啦。咁样净系马来西亚净会进步吗？系咪？所以各位，江沙能不能赢？哇！今天我们看到《新洲日报》写一篇报道，他说啊，国政一定赢了啦，够争赢啊，我哋冇可能赢啊。哼，我哋就偏偏争一口气俾佢睇，系咪？原地人哋越睇唔起我哋，咁我哋唔赢到，我哋就赢俾佢睇，好唔好？我告诉大家，江沙创奇迹绝对有可能。这三万七千多个选民，只要有88%华人票，38%马来票，60%印度票，我们就可以在江沙写下马来西亚的政治奇迹，在历史上第一次写历史创奇迹，让希望从大港起航。让改变从江沙出发，众志成城，迈向不成，大家努力，好不好？好。我结束演讲之前，给他身体先中午一点，老妈去嚟游轮，同大家见面，给他全部一齐出门出嚟影相，好不好？好。第二，星期三，槟城首席部长、火箭党秘书长林冠英。爱嚟江沙同大家见面，星期四除咗老马，仲有雪能和周周武大神阿斯敏阿利会嚟江沙做选。所以各位，我底裤都湿埋啦，所以冇讲咁多啦。晚晚都系咁样，寻日响大港翻到屋企三点，冲下凉，迟早就风湿病。晚晚已经讲咗100万啦。而家我到10几万，如果江沙开出嚟仲死，咁我就去跳河啦，唔使讲咁多啊！好，就系一句话，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世界世界，谢谢。